又到了东北最热闹的季节了，仿佛这里只有冬季才会吸引你目光。难道我们只有这些吗？淳朴的民风、传统的民俗以及独特的冰雪文化，让这片本就落寞的黑土地闪闪发光。虽然寒冷，但是热情；虽然落后，但也使其保留了传统的民俗。滑冰车、堆雪人、挂灯笼、贴窗花，仿佛只有在这片土地才能找到儿时的乐趣。既有欢声笑语的市井百态，也有宁静祥和的乡村风光。在这儿，你能感受到时间的静谧流转，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岁月。雪袍披在大地和房屋之上，映衬着古朴的火炕与大红灯笼，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。所以，你愿意穿上厚重的衣装，来感受一下东北的热情吗？